见证过数千个太阳的光芒，而如今我被这优雅蒙蔽了双眼，所以我的目标怎可能不黑暗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翅膀，来个翅膀。他们的挽歌应该唱我的名字。全军出击！月食骑士。哎，这就是爹球！看你这高贵的勇气，德莱厄斯，让我来教教你绝望。太好了！哟，这我得 Q 一下。我疯啊！为啥没扎出来呀、啊？这为啥没扎出来呀、啊？我也会。玩一个扣。两个扣，一边杀人，还没扣着。手感不行。First blood。那些视我为敌的人，这就是接球局。皮肤叫什么？月食骑士，哇扎！可以。斧子很适合你，德莱厄斯，傻子的武器。啊？干了。这个皮肤好难用，确实有点难用啊，感觉像玩具剑。没事，我适应一下。原
一段 Q 链住，二段 Q 一连抓一刀，平 V 快跑跑不过，闪电走，什么意思？点到为止。换屏，链儿住，大灭开出来，换屏呢？你这不死了吗？一直跑那必死。新仇旧恨，一起算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鞋我没鞋，别急啊，这边得三段 Q 能把他秒了才能跟他打。他要是这么打的话还是可以打的，耗点。复活吧，归来吧，让我再杀你一遍。宣布吧，那得看我有没有装备，星石了就可以宣布了。我要赢得他们的憎恨。好，我们无敌了，永远都不忘记。来什么？太好了，还追呀？追不到，该我追你了吧？你的死亡。我的歌声，没让我看完这回忆城特效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他们歌颂爱、希望与神明，这些东西让他们渴望活下去。所以，我要先让这歌声静下来。拿个红。拿去拿对面的去了。我们俩这叫合理分配，不浪费一点一滴。我所追寻的唯一平静是死亡。一段 Q 链住，大灭一开，套点盐，抓一刀，三段 Q， 哎呦！我要的只是安静。
有链儿了，有链儿可以杀。哎，这链儿还是别总放，链儿还是比较重要。完了，又没链上。哎呦妈！要我过来，我操！还敢让我过来？这是你的盛宴。囚禁我的人们将付出痛苦的代价。看看蓝枪跟那个落手能一起上吗？杀了这俩人不都能杀吗？这不能一个都打不死吧？啊，一个都打不死，这有点过分了。这，先来个圆弧，制造永恒的黑暗。有人说我们的 ADC 卑微，他不卑微了，他受不了。曾经抵抗虚空，如今我欢迎他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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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跟我。他不出塔了，那我们越他吧。嗯，不动人。我操，啊，这什么石头人，这石头人装备那么好。他居然能有炉灯，换可血吧，不用换，这不用换。这些问题都很小啊，一会儿来个大影魔刀就可以，出个大穿甲，再来一个大影魔刀。嗯，你俩猜我的塔，该我了吧？这波杀石头人啊！
天神下凡，万处三个人，给我拉扯了。我就知道不应该出猿狐，应该出大青人的，这也追不上人呢。这回你没闪了吧，石头人，你也没大了吧，该我了吧，这回该我了吧。技能这么多吗？我杀一个闪一个，我操了，我要气死了。为啥不杀石头人？因为卡莎伤害比石头人高啊。我扛 AD 伤害扛不住，我不能死去，除非所有生命全部都灭绝。 Rampage。去中打团呢，气死了。我带给你最真实的赠礼，我带给你死亡。石头人是吧？啊，石头人，石头人是吧？小法师是吧？卡莎是吧？蓝枪是吧？上不去，没有大灭了。怎么不上呢？下波石头人有闪，再下波卡莎有闪，记着点，让队友先上，我们再上。
我不是王，我不是神，我是更可怕的对手。妞妞，这就是接球。我去打个蛤蟆。来找我来啦！找我来了还，给你赢的。我先回家吃个大清鱼。杀死吧！我操！你们全得死！不好意思，吸血，五小兵一段抠，嘚儿，练死。这是什么回血？这就是星石的回血。牢笼组成。不对呀、啊，星石加8%全能吸血，可血战斧加10%呢？那为啥要出星石呢？ Shut down。18穿甲55攻。55攻，300生命。我操！你残破的躯体是失败的证明。别怕，我来了。时间的尽头。杀石头人，杀石头人。杀石头人，哎，撞墙了，我左边，穿，可以，我迈向死亡，多么希望是我自己的死亡。拿个600，哎，死一个就死，哎呀，没死掉啊！能把他挨死就能全杀了，把这换了吧，把这卖了，换成可血弹斧吧，没必要啊，为什么要换呢？不换。等我的装备都出完了，我再换可血。看看怎么样？
冤的人。哇，真敢飞呀！该我了吧？神他们全都该我。开波中吧。这波别急，感觉有舞台啊！这波别急，感觉舞台来了。我操！我靠，这虚区！谁的场子？战绩一看3-15，然后给我来了一句我的场子。